各兄弟兄姊妹早晨，早晨。忙唔忙啊？準備可能要準備下個禮拜感恩節啲嘢喎，有冇啊？有冇人話忙噶？冇啊，冇啊，好啦。但係唔緊要，我哋忙唔忙都好，我哋最重要係知道感恩節點解我哋要做呢樣嘢，因為我哋感謝我哋主耶穌基督為我哋所做一切，所賜俾我哋今年豐富嘅豐盛嘅一年。無論大家弟兄姊妹係經歷咁任何事都好啦，總有可以感謝主嘅時候。我想邀請大家一齊起立，同我哋唱幾首詩歌。伟大救恩，荣耀我主屈膝崇拜，赞颂未停，赞美你到万代，赞叹你永存能，愿我衷心敬拜。就伟大救恩，荣耀我主屈膝崇拜，赞颂未停，赞美你到万代，赞叹你永存能，愿我衷心敬拜，荣成就伟大救恩，荣耀我主屈膝崇拜，赞颂未停。我哋唔可以将我哋赞颂嘅声音停止落嚟，因为我哋呢位主系值得我哋荣耀颂赞，因为佢喺十字架上为我哋所做嘅一切。獻出佢嘅性命，流出佢嘅寶血，為嘅係要請我哋所有嘅人，係所有嘅人，呢份就係佢賜俾我哋嘅愛。一齊唱出神嘅大愛。我唱出神大愛，神喜。有难成的事，人生路常起点，你话语叫我永不动摇，在世间能遇你，迷了路有主引导，常施恩，常看顾，你像扶持，你干引领。何时我跌倒，何时你扶持，危难与风雪，你便庇佑，前途在你手。
新路，想起点，你话语叫我永不动摇，在世界能与你，迷了路有主引导，想试一想看顾。何时我跌倒，何时你扶持，危难如风雪，你必庇佑，前途在你手，牵我到白头，守护我，从今天起，直到永远。何时我跌倒，风雪你必庇佑，前途在你手，牵我到白头，守护我，从今天起直到永远。慈悲主，慈悲父，我们在哪里跌倒，你就在哪里扶持我们起身。无论我们跌倒多少次，主你都是不嫌弃，不介怀，不计以前我们做了什么，一样将我们再一次扶起身。只要我们跟神说，神啊，求你宽恕，求你帮助我再一次站立。主啊，你就是一位这么伟大，这么富有慈爱的神，你的爱包容了我们的过犯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流出你的宝血，将我们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的人，承认你为我们的救主的人，用重价买赎。天父，我们只能够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。没错，我们的救恩是不需要做任何事，但是父啊，你容许我们用我们生命为主你去工作，享受这份喜乐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主你，主也感谢主你赐我们有个安稳的时间，有安稳的地方来到聚集，奉你的名聚集来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我们的衷心感谢，求主你保守路途上面来的弟兄姊妹，或者在家庭屋企里面有跟我们一起做敬拜的弟兄姊妹，天父啊，这个是属于你的时代，你要我们作光作盐，叫世上的人看到这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，叫他们有机会认识主你，和神你有和好的关系的时候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将以下时间我们的诗歌、我们的赞美的声音、牧师的信息全然成为馨香的祭物，直达你的台前，求主你接纳。祷告诚心交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赦免罪的祈求。再一次好高兴见到大家，同就你周围的朋友讲声 hello 好唔好啊？大声讲 hello， 虽然喺你隔篱啫。早晨，欢迎你嚟到我哋当中，大家请坐。
自有你许可，要让祝福漫过，至死痛楚，要将生命加多。你破碎我一切，却换上更多恩惠，荣耀路径必有累积。谁肯放弃自救，才将旧恩释透，葡萄被压才不释放，让出生走，人生到了绝处，才知道爱的深处，才能承载神恩丰满倾注。谁肯放弃自救，才将旧恩识透，葡萄被压才不释放，让出生走，人生到了绝处，才知道爱的深处，才能承载神恩丰满倾注，承载神恩丰满倾注。今日咧講到嘅題目咧叫連率人嘅人有福了，係喺呢個嘅馬太福音嗰度，係啊登山寶訓嗰度嘅。咁啊，我記得咧早一兩個禮拜咧就喺屋倫 Chinatown 嚇，咁咧就啊有間餐館我成日都去嘅，咁啊跟住門口附近嗰度咧就有個 homeless 嘅瞓咗喺度，咁啊壓咗成我諗十幾廿尺嗰啲佢啲雜物喺度。咁啊，啱啱早兩日又去，咁啊跟住咧好整齊咯，因為扎咗個營喺度，有個營喺度，咁佢將啲嘢搬曬入個營嗰度，咁啊多口啦，入到去同個老闆就傾偈，咁話嚇佢整齊咗好多咯，咁點知我唔出開口為自可，一開口就弊啦，咁咧就跟住裏邊熱烈咁樣大討論嚇，咁咧就話咧，佢話唉，佢話啲人啊好心咯。咁啊，有人又拎蘋果俾佢，有人又拎蕉俾佢，有人拎埋個營俾佢，又拎衫俾佢，又拎煎俾佢，啊，乜嘢飲品都有。咁我仲同佢講笑，我話不如你焗個豬扒飯俾佢啦。咁佢話唔得啊，佢唔係我即係我唔可憐佢，但係如果一路咁樣，咁我點樣做生意啊？一日多一個，一日多一個咁樣。咁我記得咧，好多年前咧，去到夏威夷嘅時候咧，第一次去唐人埠。咁咧就成一條街，全部咧一個個營全部扎曬喺度嘅，啊！咁咧就我叫個唐人埠已經淪陷咗啦。咁啊，究竟咩叫連率咧？點樣先為之連率咧？咁我覺得今日咧，阿廖牧師同我講呢個題目咧係好合宜嘅。啊，連率嘅人有福了。咁我哋好高興，阿廖牧師啊，我哋嘅鄰居，我哋嘅老朋友嚇，今日咧就同我哋分享呢個信息。廖牧師請上嚟啊！咗啦，好高兴再一次翻嚟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吓。咁样咧就呢度有几多个系台山人啊？举手，有几多台山人啊？点解话唔系？点解有台山人咧？因为咧，我记得咧好多年前咧喺美国有三个台山阿嬷，佢哋上车上巴士。爭俾錢，第一個話頂我 A 啦，頂我 A 啦。第二個話唔好等我 B 啦，等我 B 啦。第三個話 C 咯，唔夠人包喎。所以咧 A、B、C 就由台山人發明嘅。咁樣咧，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，我哋就話：如果老師我考試咧，
老師唔俾個 A 我，俾個 B 我，我又 C 俾佢 high 話。所以 A、B、C 咧，我哋都係多謝台山人嚇。咁樣我係搬過台山，因為我媽媽台山，我爸爸係新會嘅，所以咧我係我嚟到美國先學識咗台山話。咁樣我覺得台山話係非常之有趣啊，講咁啊，所以咧我哋都為到台山人多謝你。今日咧同大家講一個題目，就是、主耶穌喺八福裏邊特別講到呢個憐恤嘅人有福了。當你睇八福嘅時候，第一個福係講到虛心嘅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呢度就係講到屬靈上嘅破產，同埋認識到自己係冇用。所以主耶穌話，虛心嘅人就係講到屬靈上嘅破產，同埋自己嘅冇用。第二個福就係講到哀痛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安慰。呢、这個就係講到為自己嘅罪過而哀痛，唔係遮掩咗自己嘅罪。一個人要為自己嘅罪而掩飾，係一個非常非常之痛苦嘅一件事。第三個福就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。一個人若果對神有忍耐，有完全信服嘅心，當一個弟兄被過犯所勝，他就會用温柔嘅態度去對佢，去挽回呢個弟兄翻過嚟。第四個福係講到飢渴無義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飽足。呢、这個表明係一個人嘅靈性嘅狀態，喺思想、喺言語、喺行為，都有神嘅本性同埋旨意相符合嘅。所以饥渴无义嘅就系切望对神并讨佢嘅神嘅喜悦，佢要同神和好。义人系一个得蒙神嘅救赎，系被最高嘅审判者称佢为义。今日我哋嚟到第五个福，系讲到怜恤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蒙憐恤。很多年前，我相信若果年紀比較年長啲嘅，你可能1950年代睇過一齣電影，非常之出名，叫做《貴河橋》，英文叫做《Bridge of River Kwai》。有冇人睇過㗎？有人睇過係咪啊？即係話你係超過50歲以上嘅。《貴河橋》呢個人寫呢個故事係一個真事嚟嘅。就係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一班英軍佢哋喺緬甸嗰度地方咧，係被日本兵咧嚟到俘虜咗佢哋，要佢哋某時某日起一道橋，呢道橋就係叫做貴河橋。當時英軍係非常之慘，日本軍突然間有一日失咗一個鏟，即係鏟嘢嘅鏟，唔係食嘅鏟嚇，失咗個鏟，有一個英軍咧就認咗話佢係偷咗呢個鏟，所以咧立刻日本兵就將佢一槍就打死咗佢。當日本兵打死咗之後咧，突然間有個另外一個日本兵走嚟話：阿 Sir 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哋唔係失咗個鏟，不過我哋唔見咗個鏟，而家揾翻個鏟嗰個鏟啦。喺呢個集中營裏邊有一個英兵叫做史密夫 Smith。他的行動是非常之怪癖，他呢很多時候都跟日本人打交道，他身上所有的戒指、貴重的物件完全都沒有。英兵就很憎這個兵，因為他跟日本人打交道。有一次有人跟蹤這個英兵，看他每晚去哪裡呢？原來呢個英兵入到個森林裏邊，見到佢用換翻嚟嘅藥物去救一個受傷嘅英兵。佢向同日本人打交道，攞咗呢啲藥，然後咧佢幫自己一個英兵受咗傷重傷，喺個森林裏邊嚟到醫治佢。佢自己冇嘢食，冇幾耐呢個英兵就餓死咗。寫《貴河橋》呢個人就話：點解呢個人咁傻呢？點解咁傻呢？後來佢發覺到，
當他在集中營裏面睡覺的時候，有一班人在裏面夜晚偷偷地在說話，原來他們在那裡查經、查聖經，他們很奇心地去參加這個查經班。當他們這個作者寫自己的見證的時候，他說什麼？當我自己極之痛苦和極端之下，我自己求三樣東西。第一樣東西，神去了哪裡？神去了哪裡？他說我求神，你去了哪裡？在那裡沒有公義、沒有愛的情況之下，神在哪裡呢？他發覺到神距離得很遠，發覺神是觸摸不到。第二樣東西他求，他就是求他的靈魂得到安息。他說我所想求的，我靈魂得到安息，我希望我心裏面有少少的平靜，但我發覺我心裏面永遠沒有平靜在我生命當中。第三樣東西他所求的，就是尋求我弟兄的愛。他說我在這個集中營裏面，我就找到弟兄的愛，因為看到別人怎樣為其他的兵來到犧牲自己的生命。由於弟兄的愛，他說我就找到神。當我找到神的時候，我心靈就有寧靜。他說這三樣東西我都找到。世界大戰完了結束之後，這個桂河橋的作者他就回去馬來西亞。有一天見到一班傷殘的日本兵過馬路，他就衝動走過去其中一個日本兵傷兵那裡，用他的手、用他的身抹乾淨這個日本兵的血，跟他洗傷口，跟著他就有講句說話，他說連率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蒙連率。或者這個故事今天在這個世界裏面不是很容易找得到了，在今天的社會裏面，我們看不到有這樣的連率，有這樣的寬恕。Time Magazine 很多年前講及在紐約的地方，有一個16歲的女仔被一班壞人來到輪奸，她有30多人在旁邊看到，不動手幫這個女仔。這個人，這個是什麼世界呢？是麻木了的世界。今天我們可以在熒光幕上看到很殘忍的鏡頭，可以看得到一些血淋淋的鏡頭，而我們可以很開心的在這裡吃東西、吃宵夜、在這裡講笑，我們已經完全麻木了。連率去了哪裡呢？今天的社會裏面完全沒有連率，因為這個社會是沒有這個連率，所以這個社會是沒有了別人的大家體諒。在這個社會裏面越來越硬化了，幾多的溫情在我們的城市裏面，有幾多的體諒在我們的家庭裏面，有幾多的連率在我們的公司、在我們的學校，甚至乎在我們教會裏面有多少連率？什麼叫做連率？連率不是說一個可憐的意思，連率不是說施捨，連率不是說、啊、你這麼慘，我給一些東西你呢。曾經有一個人參加教會一個外國學生的會議，其中一個日本人就站起來說，他說我們日本人當中很少信基督教，為什麼呢？他說因為我們對外國的宣教士那種的心態，就是說你什麼都沒有，我現在來給一些東西你，我在外國來教你什麼叫你們怎樣生活才正確。他說我們不需要這些東西，我現在教你，我可憐你。這個日本人就說我極之反感，我情願我沒有，我都不會乞來到去攞這些物質的東西。耶穌基督說，他說連率的不是說可憐，不是施捨那麼簡單，不是說你高高在上，我現在我有，我去教你。你不懂說英文嗎？
我而家可憐你去教你希列文呢個字，連率呢個字係由希伯來文嗰度嚟嘅。呢個字係翻譯出嚟係叫 chesed，chesed。呢個字就係 merciful kindness，mercy 咁解，即係連率咁解。呢個字係好深奧嘅。讓我俾個例子大家去形容佢。當你坐一架車嘅時候，當揸車嘅人踩 brake 嘅時候，你坐喺後邊，你見到佢踩 brake 嘅時候，你只腳好自然嘅都好似踩 brake 咁樣喺度揸緊佢，你有個代入嘅心態喺當中。連率嘅意思就係你完全投入去。英文呢個 sympathy 就係呢個意思，就是、連率嘅意思。sympathy 呢個字係兩個希列文組成呢個字，連率希列文叫 soonpathos，soonpathos。soon 字就係同埋一齊咁嘅意思 ，pathos 就係個 feeling， 就係你嘅感受。即係當你連率嘅時候，同佢一樣有咁嘅 feeling， 同樣一樣嘢嚟到有咁嘅感受，就係同情。同情完全係代入咗別人嘅感受。感受乜嘢？感受佢喜樂啦，感受佢痛苦啦，感受佢悲哀啦，感受佢嘅恐懼啦。今日或者我哋已經失去咗呢個代入感喺我哋生命當中，或者我哋作為基督徒，只係作為一個可憐，因為啊咁慘，我可憐下佢啦。但係往往令到很多人極之反感。有一個弟兄，佢有一次過 Bay Bridge 揸車過 Bay Bridge， 前面有架車死咗火，後面有好多車排緊隊要過呢個 Bay Bridge。呢個弟兄佢落咗車，佢出去就幫前面架車推架車推一推，推埋一邊之後，佢就上咗車。啊，前面嗰個人喺銀包度攞$10出嚟俾佢啊，夠未啊？即係話佢幫咗佢夠未咧？呢個弟兄講。他說我幫你不是需要錢，他是為了方便的緣故。或者很多人有這樣的心態去幫助人，但是聖經所說的連率不是這種的連率。聖經所說的連率是要同受苦的人一同受苦，喜樂的人一同喜樂。羅馬書第12:15，保羅話：與喜樂的人同樂，與哀哭的人同哭。我覺得世界最痛苦嘅係乜嘢咧？唔係你自己受苦，或者受肉體嘅苦。世界上最痛苦就見到你所愛嘅人係喺度受緊苦，嗰種嘅苦楚，嗰種代入嘅苦楚，就係聖經所講嘅憐恤呢個字。有一次有個牧師，他住在三藩市，他家姐第一次懷孕的時候就小產了，後來這個師母自己又小產了。這個牧師收到他弟弟在香港寄來一封信，他說不怪得阿嫂有小產了，因為你住在三藩市，又要上山又落山，阿嫂咧唔小心咧，成日上山落山，咁就落咗个胎去啦。哇！這个牧师收到个弟弟封信嘅时候，佢非常之愤怒。佢话：若果世界上咁容易堕胎，点解仲边度就讲到堕胎呢件事咧？若果你唔想有个细路，你就即系行上山行落山咁啊，落咗个胎出嚟啦。仲需要咩叫堕胎？墮胎合法和不合法完全沒有關係，沒有憐恤的心，一個人沒有憐恤的心是非常之殘忍，即是他沒有同情。或者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，或者你有真理，或者你是基學無疑那個人，但是你沒有憐恤的心。耶穌說憐恤的人有福了，
因為他們必蒙憐恤。憐恤的人有什麼後果呢？最低限度有幾樣東西。第一，他不會愛錯了別人，有一個心思的愛，他不會愛錯了別人。當主耶穌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去馬大馬利亞的家裏面，馬大很忙碌的廚房來到做煮嘢，但他見到瑪利亞坐在那裡聽主耶穌講道，馬大就很嬲，他說為什麼你不進來廚房幫我呢？馬大沒錯，他很愛耶穌，但是他沒有體諒到主耶穌要上十字架的時候，他需要安靜，不是需要食物和忙碌。今天很多人因為沒有了這個投入感，沒有了憐恤感，所以我們做了很多事是沒有智慧的。可能他需要安靜的時間，我們就給了很多壓力他們。或者有很多弟兄姊妹需要另外一件事的時候，我們給了第二件事給他們。一個真正有憐恤的人，他不會好像馬大那樣，他會看到耶穌上十字架的時候所需要的是什麼。一個沒有憐恤的人就成為一個很殘忍、很殘忍的人。第二件事，一個有憐恤的人，他不會去審判人，他不會去跟人有爭執，他會懂得去怎樣寬恕，懂得怎樣去體諒，懂得怎樣去接納。一個憐恤的人，當他投入人的感受的時候，他很寬容很多，他會體諒，他會接納很多。以前有一個教會，有一個姊妹，有個親戚害到這個家庭非常之慘，這個親戚突然間病得很緊要，這個姊妹覺得她自己有個基督徒，她需要憐恤，就打電話給對方。當她撥這個電話幾次的時候，她就想啊，我親戚會不會跟我說你貓哭老鼠假慈悲來問候我，那她就又放下個電話。但當他放下的時候，他自己說，你自己是基督徒，應該要寬恕，應該要有憐恤。於是他很有勇氣，拿起個電話撥幾下，又放下他。於是如此這樣做，做了半個小時，最後他決定要打電話給對方，問候對方，向他說，跟他講福音，在電話跟對方講福音。他心裏面講完之後，他心裏面歡暢了。一個人能夠去體恤人，懂得怎樣去寬容，懂得怎樣去接納，今天我們有沒有個寬容的心？憐恤的是什麼？耶穌基督說，憐恤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蒙憐恤。最大的憐恤是來自耶穌基督，他本來是有神的形象，有人的樣式，住在人的中間。他不單止這樣做，他降生在最窮的國家，最窮的環境出世，在馬槽出世的時候，連客店都沒有地方讓他住，他住在一個很貧窮的家庭裡面。他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一個很痛苦，經過一個很痛苦的經歷，為了什麼？為了成為你和我的樣式，為了拯救你和我們的罪，他有憐恤來到拯救我們，你和我。在希伯來書第五章這裡說，他要成為我們的大祭司，能夠體諒你和我的需要。弟兄姊妹，憐恤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蒙憐恤。耶穌基督就在這個憐恤那裡講到，他說自己成為人的樣式，去拯救你和我。我們的人的本身是不是有一個憐恤的心？
正如基督一樣，基督怎樣憐恤我們一樣。在2004年，英國有一個聖經學院叫做基督教華僑佈道會，英文簡叫就是 COCM。 我曾經幾年前，很多年前，我在英國做宣教的時候，我就去這個 COCM 那裡來到侍奉了一兩個禮拜。我認識一個姊妹，這個姊妹叫做 Kitty。 這個 Kitty 有一天就跟我說，她是牧師，她說 我丈夫是住在金山角，是昆沙的手下，就他就在緬甸呢運啲毒去法國嚟到賣。後來佢話我就同我丈夫離咗婚，離咗婚我就喺賭場嗰度咧就買咗一間喺工作，就儲錢買咗一間屋喺法國嗰度咧嚟到做咩咧？開咗呢間屋嚟到打麻雀，嚟到抽水。佢話後屘我租俾一個中國人，但是被警察拉了，因為他這個中國人將這間屋由賭場變為一個賣淫的地方 prostitution。 Kitty 說因為我將屋租出來，所以法國政府就拉了我坐了兩年監。現在他說我要回去巴黎那裡去上法庭打官司，他說現在我住在倫敦，我認識了耶穌基督，我就開始做這個福音戒毒的工作，做義工。他說憐恤體諒那些賭徒沒有能力跳出這個賭博的圈子，他說我就將這個福音傳給這些賭徒聽。說當我聽到 Kitty 這個的見證，我非常之感動。我說神啊，感動感謝你讓我在遠方來到英國，在這個地方認識 Kitty， 看到她活的見證。不知道你1950年代美國出了一套電影叫做 The Inn of Six Happiness， 中文叫做六福客棧。如果你有看過的，你就知道故事。這個六福客棧是一個真事來的，是 Ingrid Bergman 做，是講到喺英國一個宣教士叫做 Gladys Elwood。 喺1922年，這個 Gladys Elwood 佢英國長大，佢好細個時候佢就行街咧，專係中意行曬嘅地方。佢爸爸就同佢講，佢話女啊，佢話今日咁熱，點解你行咁曬唔行陰頂咧？這個女仔點樣對佢爸爸講咧？佢話爸爸，我知道我將來我要侍奉神，如果啲地方咧係好熱嘅，我而家就要習慣咗呢個天氣。佢話：我而家唔習慣，我將來點去到一啲熱嘅地方嚟到侍奉神咧？所以逢親有太陽嘅地方，佢就行喺嗰度嚟到行出去。1922年 ，Gladys Elwood 自己一個女人，女仔唔識講中文，一個人都唔識。憑信心嚟到中國做宣教，佢單獨嚟到中國，去到邊度咧？去山西省阳城嗰度，就遇見一個74歲嘅宣教士，叫做 Mrs. Lawson。Mrs. Lawson 佢兩個人就租一間好殘舊嘅樓，一間房仔，裝修咗為客棧，就叫做八福客棧 The Inn。Of eighth happiness 就是天国八福的意思。1932年 ，Mrs. Lawson 佢爬高要揾攞啲嘢，喺嗰度跌落嚟，因为重伤，咁就死咗。剩翻 Gladys Elwood 自己个女仔。1932年，日本人侵略中国。這個 Gladys Elwood 這個姊妹，對不起，這個女仔，她就帶了83個孤兒
中國的孤兒走難，83個孤兒走難，沒一個死了，沒一個孤兒是受傷而死。他 走了 幾遠呢？走了320公里去到西安省。我1961年我住在澳洲，我在澳洲長大，我在澳洲12歲我就去澳洲，因為我媽媽在澳洲出世，所以我們回到澳洲住。我在澳洲長大的時候，我就去參加一間教會聚會。1961年我在澳洲， Gladys Elwood 就來過教會來到分享的見證。當我看過這齣電影 The End of Six Happiness， 我又特別我就走過去跟這個宣教士說，我說 Miss Elwood， 我看過你的電影，看過你的故事，我非常之感動。她說，這個姊妹怎麼跟我說？她說感謝神。她說雖然我經過這麼多難關，每一個難關都是神給我面對難關，我怎麼去勝過她，靠著神的恩典去勝過她。她帶了83個孤兒走難，不簡單，但是神一步一步带领这些孤儿，大了之后差不多个个都出来做宣教，做牧师，做宣教士，将福音传赶去给中国不同的地方去人认识。八福的信息是有两种，第一福至第四福是主要的内容，是讲到门徒怎样领受神的恩典。由第五至第八福是主要的内容，就是门徒怎样向神的恩典有个回应，愿意 去服侍别人。有人说神给我们两只手，一只手来到领受神的恩典，一只手用来付出去服侍别人。要享受真正的福，我们必须注意两方面是平衡的。神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去享受祂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不要用你的恩赐去侍奉神，要用你的恩典去侍奉神，不要将神的恩典留在你侍奉当中，你要将神从你所领受的恩典之后要涌流出去跟别人分享。我看到神给我很多恩典，我自己问我自己，我对神的恩典应该有怎样的回应呢？神给我看到在祂手上接受这些恩典，主要的目的是要伸展出去世界不同的地方，向自己的中国人将这个福音传给所有我认识的人。当我2001年，我刚刚55岁，我就提早退休。我在 CIBC 做了24年牧师，神就带领我，他说在这个时间你有24年牧会的经验，他说我要你将这些经验带到全世界跟别人分享。所以我第一件事做什么呢？我就回中国，我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了三个月国语，我国语是麻麻地，但我读了三个月国语，然后我就开始就出去做宣教。我没有 join 任何的 mission board， 我自己一个人做。神又给很多恩典我，给我宣教不需要有人帮助我，我们能够可以 afford 得到，我就跑去全世界，跑到南太平洋一啲好山卡拉嘅島，有個 Numia， 有個 Vanuatu， 我相信呢島你未聽過，但係嗰度有中國人喺嗰度。啲中國人咧係喺嗰度生活，佢哋係講法文。好在我喺讀書嘅時候，我學咗兩年，喺中學讀咗兩年法文，喺大學讀咗兩年法文，所以我可以講得到，即係同佢溝通有即係冇乜問題。我又識睇法文，所以我喺嗰度同佢哋生活，同呢啲中國人生活。每晚佢哋係做咩做咩？做嗰啲開餐館，
餐館完咗之後，夜晚一點鐘閂咗門，其他啲餐館呢啲弟兄姊妹就走嚟呢間餐館，一條好長嘅台，我哋就開始查經，每晚就同佢查經，同佢分享信息。哇！呢啲弟兄姊妹，佢哋話：要牧師啊，佢我哋好耐好耐冇人同我哋分享神嘅話語，我哋自己學習呢啲話語，我哋唔知道我學得啱定唔啱。神就帶領我喺呢度當中，同呢班弟兄姊妹一齊生活咗幾個禮拜。之後我離開呢個就翻嚟美國，我繼續同佢哋有通信。啲弟兄姊妹話：佢哋牧師，佢你再翻嚟啦。佢我哋好需要多啲嘅人嚟到將呢個福音繼續教我哋點樣傳講出去。過去呢幾年因為疫情嘅關係，我冇再機會出去做宣教，但係我書信來往都同呢啲弟兄姊妹有書信來往，喺當中佢哋有啲問題，我盡我自己能力去幫佢哋。弟兄姊妹，我俾你個挑戰。今日我坐喺度好舒服，但係我覺得你嘅生活太過舒服嘅時候，出邊有好多人需要福音。你有冇咁嘅勇氣？有冇個愛心將呢個福音傳講出去？做一個連率嘅人，使到佢有機會聽到福音。一個連率人，當佢投入別人嘅感受嘅時候，佢識得點去寬容，識得點去體諒，識得點去接納。喺詩篇116篇，詩人話：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一切嘅厚恩？我要舉起呢個救恩嘅杯，稱揚耶和華嘅名。我相信大家好熟悉一首歌，奇異恩典 Amazing Grace。 呢首歌是一講到一個寫呢個歌嘅人，叫做 John Newton。 佢係喺英國活喺1725年至到1807年。佢母親當佢細個時候，母親未曾懷孕嘅時候，就開始為呢個胎嚟到祈禱，求神俾佢一個小孩子，將來將呢個小孩子奉獻俾神，做全職嚟侍奉神。7岁嘅時候，佢媽媽就死咗，爸爸再結過婚。10岁佢跟佢爸爸行船做水手，因為行船好多水手都好多壞嘅習慣，所以 John Newton 就放蕩佢自己啊。學了很多惡事，做壞事的事。之後3个月，他就追求真理，沒人教他，他就很快就打回原形。他後來做什麼呢？去了非洲賣黑奴，因為自己不生性，自己成為白奴，被人賣了在非洲那裡。他父親知道個仔被賣咗呢個唔好嘅消息，就派人去非洲贖翻呢個仔翻嚟。非洲佢坐船翻英國嘅時候，一船要沉 ，John Newton 又大聲呼求神，佢話：神啊，求你拯救我！如果拯救我之後，我以後將我生命奉獻俾你。39岁，佢成為聖公會嘅牧師。82岁，佢喺 Only 嗰度去世。剛當佢未死之前，佢留下一句説話：我記憶幾乎完全消失曬，唯一一件事我能夠記得啫，就係我以前一個大罪人。耶穌基督係一位偉大嘅救主。弟兄姊妹，當我哋睇到8福裏面，我哋今日只係講一個福，但係你當你睇8福第一至到第4个福，係講到門徒點樣領受神嘅恩典；第5至到第8个福係講到門徒領受咗神嘅恩典之後嘅回應，
係願意去服侍別人，將神嘅恩典同別人去分享。今日我哋呢句今日所睇嘅經文就係：憐恤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蒙憐恤。我就睇到神俾我好多恩典，我就對神嘅恩典應該點樣有回應呢？我繼續神同神講：我神啊，求你繼續俾我有呢個身體健康，可以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，嚟到向未認識你嘅人嚟到同佢分享你嘅話語，嘗試完全將自己代入去別人嘅感受，感受乜嘢？感受佢哋嘅喜樂，感受佢嘅痛苦，感受佢哋嘅悲哀，感受佢哋嘅恐懼。一個憐恤嘅人，你要投入別人嘅感受嘅時候，你就識得點去寬恕，你識得點去體諒，識得點去接納。詩人話：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所賜我的一切嘅厚恩？我要舉起呢個嘅福音救恩嘅杯，稱揚耶和華嘅名。呢節聖經係記載喺詩篇116篇。12-13節，最後想同大家分享我嘅結束，係講到我認識，我好中意一首詩，就係我心靈得安寧。呢首詩背後嘅故事係好感動我。呢首詩嘅作者叫做 Spafford， 喺1873年11月。一個法國很豪華的遊輪叫做 SS Ville de Havre 離開了紐約的港口，有一家人叫 Spafford， Spafford 太太就帶了四個仔女由芝加哥坐船去英國，在1873年11月22日凌晨2點，一個很平靜的大海中被一隻英國的鐵船撞到，2小時之內226個人的生命就沉沒在這個大西洋裡面。其中受害者的就是 Mrs. Spafford， 她的四個仔女。9日之後 ，Mrs. Spafford 因為她沒有死到，她就從 Wales 打電報給她丈夫兩個字 ：Save alone。即是说我的仔女全部死了，只有我一个在生，一个在生。 Mr. Spafford 立刻就回电给他，他说当我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时候，我很高兴我能够信靠神来到给我有继续有信心来到依靠他。他立刻坐一只船经过这个太平洋，这个大西洋，跟他太太相聚，同一個行線，在1873年12月，個船主就跟 Mr. Spafford 去他的 cabin 那裡跟他說，說我相信我們現在所經過的地方是你太太的船所沉沒的地方。那晚 Mr. Spafford 睡不著，他人生最低谷的時候，低沉的時候，他就寫了5節的聖詩，就是我心靈得安寧， 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。 當 Mrs. Spafford 夫婦相聚的時候，再回到去芝加哥，他寫這首詩就是平安有時如平靜何還擾我，悲傷有時如大風浪，不論何境何環境，我已被主引領，我心靈得安寧，得安寧。當 Mr. and Mrs. Spafford 回到芝加哥，他要求他的老友記 Philip Bliss 就將這首歌、這首詩加上音樂，在1876年11月。最後一個星期五 ，Philip Bliss 喺一個過千嘅牧師嘅大會當中，佢就獨唱呢首歌《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》。
with my soul。 同年1876年12月， Mr. Bliss 同佢太太喺 Buffalo New York 去探佢媽媽，就留下兩個仔俾佢嘅祖母嚟照顧。佢哋坐火車翻返去芝加哥嗰度。喺正月一日，佢哋帶一連串嘅報道會。佢坐一架好豪華嘅火車，從紐約去芝加哥，由12月26日晚上7:30開車，經過 Ohio 一道橋。呢道橋係用木做嘅，同埋用石頭嚟到建造嘅，唔能夠承起呢架火車，呢道橋就斷咗，就冧咗。火車所有嘅人員、乘客，慢慢喺呢啲冰雪嗰度，喺河度浸死咗。Mr. and Mrs. Bliss 係其中啲死亡者。Mr. Bliss 喺26岁就寫咗第一首詩，38岁佢寫第二首最後一首詩就係、是、I will sing of my Redeemer， 我救贖者。當 Mr. Bliss 嘅行李因火車站搞錯咗，放咗喺另外一架火車，7日後嗰架火車到達咗芝加哥。佢嘅朋友就去攞佢啲行李，打開呢個行李時，就發覺一首新嘅歌嘅歌詞係 Mr. Bliss 所寫。佢話：我歌詞裏邊剛剛完畢所寫嘅，我要歌頌我救贖主，並他救我的奇愛。他在十架受盡咒坐，為要救贖我出來。當我自己主動去製作同人和睦，就係同人同神，人同人，人同自己裏面有平安。呢個就係成為神嘅兒子。當你咁樣做嘅時候，你就好似同神一樣，你就係做一個被神所使用嘅人。不論你有乜嘢事情發生你生命，你可唔可以話我心靈得安寧？求主幫助我哋。憐恤嘅人有福，因為他們必憐恤。憐恤就係同埋一個感情，完全將你自己代入別人嘅感受，感受佢嘅喜樂，感受佢嘅痛苦，感受佢嘅悲哀，感受佢嘅恐懼。一個憐恤嘅人，當佢投入別人嘅感受嘅時候，佢又識得點去寬容，懂得怎樣去體諒，懂得怎樣去接納。神給我們很多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福氣，我們能不能夠有智慧將這些恩典去服侍祂？神給我們有兩隻手，一隻手是領受恩典，一隻手是付出去服侍別人。請大家低頭，為了結束的祈禱。慈悲的主，感謝你透過主耶穌這個白福，我們今天認識到什麼叫憐恤。主啊，求你給我們的生命踏出這個教會外面，就是我們的傳福音的廣場，外面還有很多很多人未有機會認識你。主啊，當我們有這個福氣認識你得救的時候，願我們能夠跟別人分享你這個愛，這個agape的愛。無論我們要付上什麼的代價，讓我們真的能夠珍惜你給我們這個救恩，以致別人得到的時候，他們一樣有福氣能夠得救。主啊，求你憐憫幫助，讓我們有勇氣有智慧，將你福音傳講出去。禱告託賴奉主耶穌的名義及阿門。多謝大家，願神祝福大家。邀请大家一起起立。
主快再来，是信心得实现，才弯腰倦气，在主前，胡同声响起，我救主。剛才那首歌就是英文的，就是 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。 英文的歌词我记得很熟悉，因为我来这里教会的时候有差不多二十年了都没有中文崇拜的，所以我们只是有英文崇拜，就这首歌经常都唱的。就多谢廖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一首歌的来源。好，我们今天会守这个圣餐，如果你未拿这个杯同埋餅嘅話，可唔可以舉一舉手？我哋啲弟兄姊妹俾你，有冇啊 ？OK， 咁我哋做一個祈禱先好嘛？慈悲仁愛嘅天父，我哋記得經文裏邊保羅提醒我哋，佢話人應該自己省察，然後吃這餅喝這杯，嗰度有先後嘅次序。说我们吃这饼喝这杯之前呢，要做一个的省察，究竟省察什么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饼代表主耶稣的身体，这个葡萄汁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血，都没错的。但其实我们省察就是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甘愿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为我们牺牲。就记得保罗曾经这样讲，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好人死或者有感觉的，唯有基督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愿我们这个时刻都是纪念到神你对我们的大爱，我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，仍然是不值得神你爱的时候，神你已经爱我们。主耶稣甘愿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，愿主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，都是纪念到神你对我们的爱，亦都将这个爱神你的福音来到分享给别人知道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给你拿了这个杯里面的那个饼出来先，经文这样讲，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大家开了这个的葡萄汁，饭后呢，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这样讲，他说这血是用我这个约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好，我会做一啲嘅报告嘅，请我哋嘅 Praise Team 嘅弟兄姊妹上埋嚟啊。
我哋學校咧 CCS 咧會喺呢個嘅聖誕嘅時間咧，即係12月10日聖誕之前咧，會有一個嘅學生嘅音樂會同埋咧一個嘅晚餐嘅籌款會。咁咧，如果大家咧係有興趣嘅話，咁咧你就可以咧喺上呢個嘅呢個 barcode 嗰度啊，或者咧係去個網站嗰度啊，搜集嗰啲資料。咁咧呢個時候咧，我哋亦都放一放少少嘅一個嘅短嘅片，講一講咧呢個嘅 concert 係咩嚟嘅嚇。不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？裏邊有一個嘅特別嘅項目嘅選美，我哋就知道啦。咁我係唔係選美係話一個最核突、最肉酸嘅 T-shirt？ 咁啊，究竟係乜咧？咁啊，睇下邊一個可以贏到出嚟啊！我冇話你啊，望下邊一個可能會有嘅啫，係嘛？咁你翻屋企發掘一下啊，睇下你有一件咧啊最肉酸最核突嘅 T-shirt 嚇，咁咧呢個就我諗咧都好容易揾嘅嚇，不過得唔得獎咧就唔知道啦嚇。想歡迎一下中間第一次嚟我哋崇拜嘅新朋友，我哋嘅來賓有冇咧？請你舉一舉手啊！你唔使起身嘅，我哋歡迎你啫。有冇今日第一次嚟我哋崇拜嘅？咁若果你喺網上第一次嚟嘅話咧，你可以咧有一個嘅資料咁你可以填咗佢，咁啊俾翻我哋，咁咧喺網上俾翻我哋，咁我哋有時有啲嘢就可以通知大家啦。OK， 咁咧我哋應該如果大家記得喺疫情之前咧，我哋有兩個嘅崇拜嘅，第一個係一個9:30，第二個係11:15。咁我哋咧就12月開始咧，我哋就開始翻呢一個嘅第二堂嘅崇拜喺隔離嘅小禮堂 MC2 嗰度嘅。咁我哋叫做 YP 崇拜，其實好多時有啲人都唔知 YP 係代表咩嘢，其實好簡單嘅啫 ，Young People 啊。咁你覺得你覺得你係後生嘅？咁已經可以嚟噶啦嚇，咁咧就12月嘅時候，我哋第一個禮拜咧就會開始噶啦。咁咧浸禮咧今年啦，下一次嘅浸禮咧就係2023年，即係新年嗰一日，啱啱係1月1日嘅。咁若果你想喺嗰日受浸嘅話咧，就要係上呢個嘅浸禮班兩個時段，係12月4日同埋12月11日嘅。咁大家你可以預備好啦。咁咧就感恩節奉獻啦，呢個 special offering 大家都知道噶啦，咁所以咧我就唔再重複啦，就係咧咁咧有一半嘅咧，我哋會俾呢一個嘅Alameda Food Bank， 有一個咧就係俾呢個嘅食物嘅嗰啲禮品包嘅，咁咧就我哋咧就嚟緊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節目啦，幫我講埋呢度先。咁咧就12月25日咧，啱啱係星期日嚟嘅，所以今年咧我哋會喺呢個嘅喺個體育館嗰度，咁我哋有一個全教會嘅崇拜，咁咧就好特別嘅嚇。咁咧應該又有嘢食啊，有好多嘢嘅。咁咧就希望咧嗰一日能夠平時或者你已經一排冇翻嚟一齊聚會嘅話，咁希望你會翻嚟啦，亦都係邀請啲朋友嚟到我哋一個嘅實體嘅聚會嚇。咁我哋喺感恩節同埋聖誕期間咧，有好多嘅又籌款啊，又捐贈俾邊一度啊，咁樣仲成日叫我哋捐嘢俾人啊。有冇人咧俾啲嘢我哋咧？原來有嘅喎。因為有位姊妹咧，佢咧就揾咗佢有20個咁上下咧呢啲
我唔知呢個點樣形容呢啲嘢啦，嚇係枕頭啊，亦或咧坐墊啦，亦或乜咧？咁咧就而且咧係有燈嘅添喎。等我睇下撳唔撳著個掣先。有燈啊，兼有聲嘅，咁咧就大約20個咁上下啦。咁咧就嗰個掣好難揾嘅，喺頭先講另外一個咧，我到處揾揾極都撳唔著佢嚇，撳到佢瘀曬都揾唔到個掣。啊，呢個揾到嚇，有唔同色嘅，咁咧20個咁上下，我哋就擺咗喺出邊一張台嗰度噶啦。咁就先到先得嗱，記住韓國踩死人噶嚇，唔好。你是需要呢你先呢、這個我的係嘛？呢、這個我擺喺度啦，一陣間你醒目嗰啲上嚟攞咗呢個先啦。咁你若果嗰啲Christmas shoebox 你帶咗翻嚟咧，就門口已經有架車喺度噶啦。咁咧你就可以咧擺喺嗰度嚇。咁咧就上一次阿 Carolyn 同我哋宣布啦，就係、是、講到呢一個嘅寄養呢、這個寄養孩童，我哋會買一啲禮物俾佢嘅。咁如果你攞咗嗰啲膠袋嘅話，咁咧就下兩個星期咧就帶翻翻嚟教會度，咁佢哋咧就會分發俾一啲嘅有需要嗰啲嘅細路仔嚇。奉獻咧，你可以咧喺後邊嗰度有個奉獻箱，或者你喺網上奉獻嚇，咁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咧奉獻咧係我哋一個嘅神俾我哋一個福分嚟噶嚇，我哋有獻可以奉嚇，有錢可以奉獻，其實係神一個嘅恩典俾我哋嚇。好，咁咧就我哋大家起身，我哋咧唱我哋今日最後嘅一首詩歌嚇。挫折有你许可，要让祝福漫过，至死痛楚，要将生命加多。你破碎我一切，却换上更多恩惠，荣耀路径边。谁肯放弃自救，才将旧恩识透，葡萄被压再得释放，让出生走，人生到了绝处，才知道爱的深处，才能承载神恩丰满倾注。挫折有你许可，要让祝福漫过，至死痛楚，要将生命加多。你破碎我一切，却换上更多恩惠，荣耀路径必有累替。谁肯放弃自救，才将旧恩识透，葡萄被压才得释放，让出生走，人生到了绝处，才知道爱的深处，才能承载神恩丰满倾注。谁肯放弃自救，谁肯放弃自救，才将旧恩识透，葡萄被压才得释放，让出生走，人生到了绝处，才知道爱的深处，才能承载神恩丰满倾注，才能承载神恩丰满倾注。慈悲仁爱嘅天父，我哋多谢廖牧师同我哋分享你宝贵嘅说话。你话怜恤嘅人有福了，因为咧我哋必蒙怜恤。其实我哋一班被怜恤嘅人，唯有我哋知道神你怜恤我哋，
我哋先能够好似嗰首歌一样话 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。嗰句我哋头先啊，廖牧师同我哋分享呢一位弟兄呢、这个姐妹佢嘅仔女四个人沉船死咗，仍然佢哋可以作出一首咁样嘅歌，就是、因为神你系一个怜恤人嘅神。所以我哋求主你，我哋都学习到呢一个嘅功课。神你怜恤我哋，我哋学习到去怜恤别人。主，我哋都系唔系我哋去施舍，而系只系我哋系能够有一个爱心，好似神爱我哋一样。多谢主你俾我哋今朝后早呢一个嘅信息，愿我哋听着去牢牢记喺心里边，能够行出嚟。多谢主你俾我哋今朝后早一齐敬拜嘅时候，我哋咁样祷告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嘅名。阿门。谁肯放弃自救，才将救恩识透？葡萄被压，才得释放，扬出新酒。人生到了绝处，才知道爱的深处，才能承载神恩丰满倾注。谁肯放弃自救，才将救恩识透？葡萄被压，才得释放，扬出新酒。人生到了绝处，才知道爱的深处，才能承载神恩丰满倾注。